郭家麒議員。代理主席，我發言是支持張超雄議員提出的動議。剛才我聽到有些建制派的議員動不動就用這個英國的上議院 國會，我真的聽了我都有些，即是我都覺得是這麼荒謬的事情。他都不知醜的，這叫什麼的英國國會啊？功能組別那個主席，不是說你啊，你代主席零票議員，功能組別也文也武，可以在這裡是狐假虎威。為什麼說狐假虎威呢？大家都知道怎樣會做到主席，是靠阿爺，就說你你厲害啦，口夠大，咬人 都咬得挺好的，那做門口狗都挺好，你做這樣。這種情況由他去主持的會議，然後等一等，郭家麒議員，黃定光議員，你是什麼規程問題？他郭家麒談到主席是門口狗有關聯的，是對任何人一個非常大的侮辱。你說主席門口狗，你是什麼狗啊？黃定光議員，請你坐下。郭家麒議員，你是否有批評本會主席是門口狗？我沒有，我沒有說過。如果他喜歡對號入座他的事，我是說一個。黃定光議員已經澄清楚了，不能夠使用侮辱性的字眼。不會的，不是他對號入座，我不知道，或者可能黃定光對號入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踩到他。不要利用這個場合。黃定光議員，黃定光議員，同一種動物可能會感受很深的。各位議員，這個再次提醒大家，這個議案的辯論是針對個別事件是否同意是給一個許可去法庭作供，而大家不應該是擴大伸延過去批評主席。多謝代理主席。